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测试的磁带是怎么录制的。首先要拿一盆空磁带，有一个带速准的卡座或者是录音机都可以，然后拿出手机，手机的话下载了，我们需要下载两个软件，一个是 Sonic Tools， 另一个是咱们这个现在英文下不到了，在 APP 里边选择发信号发生器，我记得好像信号发生器、音频发生器这些都可以用。对，信号发生器就是这个。下载以后我们把它点开，先点一个 off， 不让它开始的时候，录的话我们要拿一根音频线插到台式机后边，就是一个莲花头，这边是一个插耳机的，就相当于电脑的那种连接线。把磁带看一下，把磁带放进去以后，我们按下录音，它是录音暂停。这台机器有一个电瓶的 auto， 可以不用管的，但是一会儿得调一下。首先这个软件我们看都推完了，打开这个软件，一开始是单声道的，我们选择立体声，手机不是很清楚放在这儿吧，选择立体声，然后我们选择频率，先选择测速，一般是用1000赫兹， OK， 然后按开始，就开始把它音量，音量开到最大，放在一边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录音机，录音机它是电瓶是 auto 的，自动的，所以它的信噪比是在0dB， 也可以手动调节也可以，我们要调到零。好，现在这个状态我们就开始按一下录音，它内录，你说话也无所谓，它会来回录两遍停止，因为这里调节的是循环。这是录的是1000是测速度的，一会儿咱们再录一个测抖晃率的。好，10分钟已经过去了，这盘带已经录完了，这盘带被我切到10分钟左右，用的是1000赫兹，然后我们来 off， 我们现在调3000，3000的声音是比较高频，比较高一些。这一盘带录的是一个，开始录，这盘录的是一个抖晃测试，这个需要用电脑的软件来配合，手机上的没找到，找到一个收费的那个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用的，收费的那款是唱机使用的，电唱机用的，上面带转速，然后带抖晃。好，这个就等待，还是等待10分钟左右。下个，对，我这个录音电瓶没调，刚才没调，因为它已经自动开启了 auto 自动模式，电瓶都给固定到零。这台机器是带一个自动电瓶，相对来说，对新手录音的来说比较友好一些，因为你什么都不用调，直接摁录音就可以，它电瓶是自动调。现在就等它录完，录完以后我来教大家使用方法。找到我们刚才录制的这盘测试带，1000赫兹的测试带。首先，先来测试下速度，以
这台机器为例，按下播放键，然后我们音量调到最大，自动音量一定要关掉。现在拿出另一部手机，打开软件 Sonic Tools。现在速度是比较快，就先快的听一下歌曲。声音可能会比较小，因为我是用耳机放的。好，听完这个以后，现在来调速。两面都测一下，速度没有问题的话，是磁带就没有问题。我们找一个一字小改锥，一字平头改锥，在电机驱动无刷电机的驱动附近找电位器，这个电位器1000。现在换一下音乐磁带，刚才忘了检查磁头的干净程度，现在先擦一下它。磁头还是有些脏，速度要比刚才要慢，这是正常的一个速度。这就是我们用1000赫兹的调速带来调节速度。现在就可以把后盖直接扣上。这个机器修理也算打理完成，直接把后盖大力合住，把螺丝安装上。这个调节我不太喜欢，因为一个手操作的话得转起来。 DJ 打碟，总体来说这款的机器是一个低档偏低档一些的廉价机型，但是它的声音一点是不差的。